su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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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太热了，我刚回家，我就把我的刘海给撸上去了。Hello，嗨，晚上好。哎呀，我发现刘海弄上去就不可爱了，我再抠两下来，看能不能抠两下来。我真的很懒。春风的老树，哒哒哒哒哒。我看我的外卖。Hello，晚上好，嘿嘿，这么乖巧呀，这么乖巧的等直播。哎，这个光怎么一会儿白一会儿黄？春风吹，春风吹，我来找首歌。Hello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在写作业，这么乖巧。哎，这个睡衣好丑，家里都没什么短袖了。我就穿个白色睡衣，还有我吃饭吃脏了的地方，哎，反正美也看不出来。谢谢礼物，嘿，谢谢礼物。对，我还抠点刘海下来吧。我在家我一般都大光明的，因为我主要是拍照，就是显得我乖巧一点。所以我就弄个刘海，那刘海可能刚刚被我分上去，现在也抠不下来了。我要听《春风吹》，我要无限循环这首歌。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先。弄完，好的，握手会见呀！我们是4月6号握手会。春风吹，无限循环这首歌贼好听。哦，这妹子唱的，哦，好听。你吹醒了青蛙，吹来了燕子。我没唱过。晚上好，这没光啊这。这边可能。这个光好点。可是我总不能这样拿着吧？哎，为什么这样光好啊？为什么呀？光的很丑。好听，哎，随啊，就这样嘛，我就很随意了。好听哎，我小时候还挺喜欢方大同的。本直男，呸，什么本直男？哎，我这好像秋意哦。眼妆不一样的图，眼妆还好，跟原来差不多。我用就是很闪的那种眼影，闪不闪？有没有亮瞎你们？闪不闪？我觉得眼影之前就买了呀，然后公眼也有在涂。哎呦，好痛啊！真的是挺苦。啥？是的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卡吗？应该不卡。谢谢礼物。亮一下，给是非常亮啦！谢谢元棒。我再播一会儿，等外卖来了我就关了。因为我今天戴了美瞳，可能显得我眼睛大一点。我平时就戴那种透明的隐形眼镜，就有点小。嘴巴没颜色，想涂个颜色。
把口红脚给够过。晚上我点了，不告诉你我点了什么，不告诉你们我点了什么，就不告诉你们。红一点，这颜色还挺深。我一般最后再涂这个，每次口红我都要涂三层。今天真是太热了，你们知道出去多热吗？出去我算一下，对，我是2点多出去的，然后我刚才回来。然后就去山里啊，当然对，没错，就大山里，然后取景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做偶像不容易啊，我都吓糊了我都跳湖里了。做小偶像容易吗？啊，去变形记，擦一下汗。哎，还是刘海软萌一点哈。虽然小哥哥，我不是可爱路线的，你们不要误解我啊！我是帅气性感风的，我没错，是的了，我是帅气风的。这还跳湖了，那湖面上又脏，然后有好多小虫子，真的。然后我就把外套和那个包就放地上，然后外套拿起来的时候，那旁边小姐惊呆了，就一直在帮我就是掸那个虫子，就把虫子弹走。告诉你们吃了啥？不，我不是肚子卖萌的，我这么大块头还肚子卖萌，不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哎，我还要听这个，谁唱的？我听小姐姐唱。晚上好。怎么没人跟我说话呀？今天我卡吗？因为还好不卡。工作勤快，工作当然得勤快呀，我得努力工作，充实自己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不卡就行。我今天，我就昨天差点去接头发，真的是差点就去接头发了，差点没忍住，差那么一丢丢。Hello， 晚上好。那这个观众会蛀牙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人通知我。哒啦啦哒，最近我单曲循环，哎，单曲循环在哪儿？这是好适合唱的。长发，我自己比较喜欢长发，就可能偏女孩子一点。但也有人说我短发好看，我就，哎，做人好难啊。我自己还挺喜欢长头发的，但我想长这么长，接也是有点尴尬的。哎，觉得好看。我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呢，等过几天再看吧，看下次什么时候发。哎呦，今天都不是愚人节了，是吧？非常甜。我都没看，那我来搜一下，我都没看见那个公告有助演，我还没看通告表，可能有我，但没人通知我呀。看。我打开微博，重新换了个界面，找不到微博在哪。我买来了。
好了，我下了，外卖来了，拜拜。啊，要不等我一下啊。来了。我的天，我跑到门口，我的刘海被吹开了，太可怕了。看看，我不告诉你我吃了什么，嘿嘿，就不告诉你们。天哪，我这个刘海是刚跑在门口就给我吹开了，我还喷了那个就是那个铁刘海的定型喷雾。就这样吧，你说我中分刘海你们必须都喜欢才行。脸太大了，不行，放下来。脸有点大，我自己有点不太能接受，还是把刘海放下来。给你们讲个好玩的，今天特别搞笑。就我跟那个小姐姐在拍照嘛，然后就是光源，你们懂的，因为就很一些退休的什么爷爷奶奶啊、叔叔阿姨啊，就出来散散步嘛。啊，今天又星期一，人又非常的少，然后。不，人是非常的多了，就是因为周末可能大家就给儿子女儿做饭呀，现在大家都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然后一排一排就是，然后我们就找了个，就是不是很显眼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开始拍照，然后拍，然后我们换了个地方，然后不是一条小路嘛，然后我们一直走，啊，没电了，一直走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老大爷，我猜测估计像80、90，什么啊，然后旁边小姐姐说，哎呀。说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大爷拿了个麒麟200，我也不问，应该是什么什么相机的型号吧，然后就那种支架，妈还有那种各种专业，你知道吗，就超专业的那种。然后就是那个大爷在拍那个樱花，然后我在拍那个大爷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很有意思。我拍那个大爷，然后那个小姐姐在后面拍我，所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不是表姐，不知道是不是邀请啊。今天没有吃播，好绿绿啥？这歌是春风吹。哎，你大爷真是特别有意思了。哦，你听我说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那小姐姐就是特别专业，她说一句，应该是他们就是摄影师的，就是那种专业术语，说，看，老法师开始撸花了，当时就笑死我了，真是超搞笑。对，今天拍了挺多的，我都吓糊了，能不多吗？我都吓糊了，兄弟。那个湖水我已经不想说了，哎，我小时候的印象，我觉得小时候的湖水应该很清澈，然后可能十几年没有去那个地方，现在真的是糟的嘞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大爷拍花相机，然后是的，没有，我今天就是，刚回来，平时也没有这么晚吃饭。平时也没有这么晚吃饭，然后主要是今天就是忙，然后真是忙忘了，就想不起来吃，真的想不起来吃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这样可以非常瘦啦，然后瘦的还非常自然。对，没错，开心，好。来看看发了什么，好好写作业吧，握手会见。没有，然后我在拍照，我就穿，可能是拍穿的比较鲜吧。然后嘛，大爷大着，然后我在湖边拍照，然后最后大爷和大妈拍我，就很尴尬。当时心中经过，我要瘦的，我还是很胖的。这个绿的有点黄呀，不重要，他知道的，靠脸而已。
很绿啊，绿色挺好的呀。好好上班，不要被老板发现了。我还站在那个石头上，哦，天哪，那个时候太可怕了。没事，做偶像嘛，总要写付出的，做偶像总要点付出，要牺牲一点。对，总是啊，有点牺牲的，是的。希望国家能把那个湖水给理一下，就湖上很多虫子，然后我本来就比较怕虫子，我小时候就怕虫子，然后说我说没事上，不怕咱不怕，不还是赵月前辈的身材好，是真好，毕竟后台都见过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这刘海就很迷了，我就跑到门口飞成这样，算了，我懒得给它抠下来了。突然色气 ，what？ 阿旭在助演那个，你们详细看了吗？是有邀请，我还没看我的通告表，等我再播四分钟，播20分钟我就下。谢谢刘，我们是明天，对，明天要训练运动会，然后后天要训练，然后是五号有公演，五号公演，还有就是行，哦对，11号公演，然后14号还有公演，不会的。不性感、其实我是想走帅气风格的，但是我姐她说你适合这种风，你尝试一下。我在她的淫威胁迫之下，真的是淫威和胁迫，知道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她按着我强迫我的。这个好胖哦。我谢谢你，我明天上午一大早就赶紧回去，因为我们中午还下午就是有那运动会的排练。嘿嘿嘿，太傻了。我到底接不接头发呢？好纠结哦。然后我又怕，怕接了头发发量太厚，好烦，我脸太胖了。我大小脸特别严重啊！算了，其实我不说你们也发现不出来的，早知道我不说了。大小脸就很重，然后那个姐姐帮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是。看着比较明显，我说姐姐，我不仅大小眼，我还大小眼。是的，就你们看不出来而已。对啊，就是我们要训练呀，运动会不可能我们不排练就上了吧？还是要认真点，好像我们有奖品呢。好的，我吃外卖了，拜拜，等回去再给你们直播。我很胖，超胖的，特别胖，只看不是你们看起来那么瘦。走了，拜拜，谢谢礼物，谢谢礼物，下次给你们直播，回去给你们直播，拜拜。